真的有够肥。赵薇穿是一个红地毯，肉肉手臂全露变胖了。网民：成龙拉着一头猪出来吗？昨日15日刚结束的第37届香港金像奖正式落下序幕，除了关注各大奖项最后花落谁家，男女明星的穿着打扮也是一大看点。赵薇一件红裙直线到底，完全看不出身材，仅露出一条手臂，被香港网友狠亏，看起来是准备上床睡觉。赵薇与成龙一起亮相红毯，看似有些许发福的她选择了较难看出身材比例的红色长裙，搭配超高金色高跟鞋，除了胸前若隐若现的乳沟外，毫无遮掩的手臂似乎也有点肉。虽然服装上略输一筹，但是她身上的首饰却一点都不马虎，她所佩戴的钻戒以及耳环价值港币900万元。在红毯上被问及身上的服装是否为精心挑选，选了多久，他忍不住莞尔一笑称没有选很久，耿直个性非常可爱。